阿童，今天带大家做个榨汁机。首先，我们把这个南瓜放到这儿，上面给它放上栅栏，放到这儿，之后再把这个方块给它放上去，大概放这两个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再往这边来，给它放上去，之后在这上面给它放上电路线。这样连下来就可以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再把我们的开关给放上，放完开关它是不是还不行啊？再把这个石块打掉，放上我们的机械臂，机械臂放到这，打开开关试一下，这样榨汁机就做好了。再放个西瓜看看，西瓜汁也出来了，再榨个南瓜汁，这样就做好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学会呢？赶紧动手做起来吧！大家还想看花童做哪些东西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